大家好，我是 Dreamy， 今天带你们来到 Horizon Hill 这里。今天为你们介绍是 Horizon Hill 的 Woodlands 的 Precinct。今天带你们看的是一个三层楼的 Semi Deo， 而且是角头的单位。很明显可以看到它可以霸上一二三四五六六七辆车都不是问题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单位。如果你很多亲戚朋友啊来找你，哇，真是太方便了。OK， 然后这里呢附近也是有很多国际学校，还有打 golf 的球场，还有医院，这些都是非常靠近你的。而且去 Sakhalin 呢只需要15分钟的车程哦。OK， 来 ，OK， 来，我们进到房子里面去看吧。你可以看到哦，这个房子哦还是处于很新很新的状态。因为呢，它才拿钥匙两年罢了，所以是非常非常新的单位。OK， 这间房子的 land size 呢是45×80，所以可以看到哦，它的地哦是非常非常大。你看你外面霸上了六七辆车，你里面还可以霸上两辆车都不是问题。而且这间单位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差不多10尺的地，可以看一下。如果你这里不喜欢种上草，你可以把它铺上那个瓷砖也是可以的。因为如果你懒惰打理啊还是什么，你就可以把它铺上瓷砖，放上你的小椅子小桌子啊，你这里打出一个 awning 啊，因为都是可以的，因为这里是 individual diner。 OK， 到后面这里来你可以把它做成你的私厨房，或者你要把它当做你的晒衣的地方都是可以的。 OK， 来我们到房子里面去看。 OK，这间单位呢是向南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完全没有西照的。OK， 进到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玄关。OK， 你这可以摆上你的神台，或者你是画的收藏家，你可以摆上你的画，或者你做一些 decoration 都是可以的。OK， 这里就是它的客厅啦。你看客厅很大，而且采光真的是超级好的。OK， 你可以看到它的客厅是非常非常的大，这里的采光是十分十分好，因为我在没有开灯的状态下，我还是非常的亮的。OK， 它这间 build out 是4730，所以是非常非常大的空间。这里可以把它做成干厨房，你在这里摆上你的 island 还是很足够的空间。那后面这里呢，就是它的私厨房的位置啦，所以私厨房位置是比较小的空间。如果你们的觉得不够用，可以把它做到外面去。这里的它的私厨房的瓷砖也是给你上到完了啦。OK， 这里它是有6间房间、6间厕所，楼下就有一个长辈房啦。OK， 这里你有发现到它的 ceiling height 都是特别高，连房间 ceiling height 都很高。OK， 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天井，让你们采光更加的好，或者你在这里可以摆上一些植物还是什么 ，OK， 或者你要把它铺起来也是可以的，没问题的。外面这里就有一个 powder room 啦，这里就是如果你有客人来的话，可以在这里方便上厕所啊，都是可以，而且这里也是有让你洗澡的地方，干湿分离也是做好了。OK， 来带你们来看它的 store room。它这里有个小小的 store room， 可是它并不小，因为它里面很长，它的 store room 里面还有的，真的是超级超级长的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放你的那些杂物，可以放很多很多。OK， 然后我觉得这里很特别嘞，如果你是有艺术细胞的那，然后你这里可以放你的画，或者你有什么收藏品啊，你可以在这里摆，就很漂亮，整个很漂亮啦。你再做上一些 lighting 一些灯，就很漂亮。来带你们到二楼去看。你可以发现到它的地板是一个真的是很 solid， 它的扶手也是木质的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。OK， 我很喜欢这间屋子，什么？它的 ceiling height 真的是很高，你看它的 ceiling height 超级高，而且它的采光真的是超好。你在这里坐上你的那些锥灯、什么吊灯，你可以这样把放大大个在这里都不是问题。或者是你有弹钢琴呢，在这里摆上一个钢琴，整个超美。OK， 楼下这里呢就有两个房间。OK， 其中这里一个房间，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属于四四方方的啦。那它这里摆上你的床的 cabinet 还是很足够空间，这里还可以开耶。你看，很少房间有一个小阳台给你还是什么？可能你这里可以拿来晒衣，或者你要把它做成你什么那些打羽球，或者你要遛狗，在这里遛狗都可以耶，所以很好用啊，这个空间。OK， 来把它关起来。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啦，你看它的空间，你这里可以把它做成小孩子玩耍的地方，或者你要放你的麻将桌还是什么都是可以的。那这里为什么把它铺这个报纸？是因为它要保护这个
地板，因为地板如果一直给太阳晒不是那么好。 OK， 可以，我们来到它的主人房啦。主人房永远是那么的大，超大，你看超级大，超级超级大。你这里放上你的 king size 的 bed， 你做你的 cabin 或者把你的 TV 放在这里，还是很大的空间。 OK， 在哪里看？在这里看。你看，你每天早上起来可以看到这个风景，而且是 unblock view。然后你小孩子要在外面跑步，看这个是跑步走道都可以哦。OK， 来，我们到他的这里，他的这里。OK， 你这里可以把它做成那个 walk-in wardrobe， 你这里可以把它那个做成一个 partition， 那样子封起来，就可以打造一个的那个更衣室的房间。OK， 进到来呢 ，master bedroom 有一个标配版的 bath， 它给到你，而且还是那种 jacuzzi 的风格。它的这个瓷砖也是上完了两个 sink， 给你一人一个，干湿分离也是做好了。来，我们到三楼去看看哦，它的 ceiling height 不止哦，真的是很高，它 ceiling height 真的特别特别的高，对整个房子看起来很大气的感觉。你上到来，你会感觉到这里很像艺术画。不需要摆任何东西就很漂亮，可能你这里可以做上一个电动的窗帘，白天的时候把它打开来，这样子就很漂亮了。楼上这里就有三间房间，带你们来看其中一间房间。 OK， 这间房间跟楼下那个差不多，可是呢它这里是没有 bathtub， 可是它的空间更大，它这里空间很大。 OK， 一样有 balcony 给到你，噔、你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那么漂亮的风景，看一些绿色的植物，而且很凉快耶。 OK， 你可以看到哦，它的这个房间真的很大，这个桌上 walk-in wardrobe 的地方真的很大，你可以给它做上 partition， 放上你的那些 cabinet 在这里。 OK， 梳妆台这里呢，厕所它没有那个 bathtub， 那个 walk-in wardrobe 可以做得更大，然后这里也是做好干湿分离给你了。来看另外两间。 OK， 这里就是另外一间的房间啦，这个房间比较小，你可以拿来做成你的书房或者你的小孩子的房间，还是什么都可以的。一样，每个房间都有厕所，也是做好干湿分离的，瓷砖上来给你。 OK， 另外一间房间。 OK， 这是另外一间房间呢，你可以看到哦，它的房间呢这里会比较小一点啦，可能你可以把它做成你的那个梳妆台，这里还会比较小一点，可能你可以把它做成你的 working area 或者你的书房，或者你要把它做成小孩子的房间都是可以的。一样，它也是有附带一个厕所，可是这个厕所就没有做干湿分离啦，如果你要做你可以自己加上。 OK， 来我们到外面去。 OK， 现在我为大家做个总结，今天我为你们介绍是三层楼的 semi-D， 还是45×80的 square feet。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后面还有一个小山丘，后围是一座山，因为我之前有听我的 customer 讲过，他们屋子后围有一座山，代表风水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而且 Horizon Hill 它的保安是非常非常严的，你进来这些保安他会问很多问题，你进来干嘛，要做什么，他会打给 owner， 时不时他们会在这里巡逻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，所以这里的保安是非常非常严的。那你们要送孩子去读书，你们也是非常方便，因为这里附近有很多国际学校，医院也是在这里，也非常靠近 Jacqueline。 如果老板有兴趣的话可以预约我线下看房哦，或者老板有任何的房地产想要买卖租都可以找我，我们可以接见，拜拜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